在二月份宣布离癌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要恢复公务了。白金汉宫宣布了好消息，也曝光他的最新照片。英国白金汉宫今天宣布查尔斯三世要恢复公务行程，同时也曝光了他跟卡蜜拉的最新照片，两人挽手对视合影相当甜蜜。其实他们是在四月十号结婚的，今年已经结婚19年了。这张照片就是为了庆祝两人的结婚纪念日。尽管对于查尔斯的病情，白金汉宫没有多做评论，但是消息曝光，许多英国民众也都表示非常的开心，期待他的回归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